泰式，哇哦！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个。今天的第三题，来，题目是：民以食为天，吃饱喝足是每天生活的动力来源。日前有研究发现，吃下列哪一种食物竟然能让人变得比较快乐 ？A. 一瓶冰凉凉的啤酒 ，B. 一碗热腾腾的面食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，难呢！陈哥一定选面的啊！我很想选面，你想选 B， 我当然很想选面，但他一定想反我的逻辑，他一定想要勾引我。然后我们看了所有的啤酒广告，一个比一个爽，喝不到冰啤酒不是用爽来表现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冰凉的饮料永远爽，这边用啤酒和面来让我区隔，我选啤酒。是走个险棋，吃东西的时候，只要让你吃饱这件事情，是一个热腾腾的面也好，或是一碗饭，你的饱足感自然你就会觉得满足嘛，这很正常啊，不太需要这些所谓的什么冰凉啤酒会让你开不开心，吃饱了是就是开心的。中间选民，请选择。这么快？四、三、二、哎呦，一、还可以，你还可以选，没关系。不行啊，你还可以，好来。选的聪明，因为我就怕你孤单寂寞。谁不要？我听听看罗文轩的说法来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制作单位就是想要让你吃到这道菜，但你偏偏就不选它。我反骨是吧？对，因为其实又只会面食。我觉得热腾腾的面，你吃完之后是会有幸福感。那是可以延续比较长的，比啤酒还长。啤酒就是一个畅快，没了。答案是 B。面面喽。专家表示，吃面食可以刺激甲状腺，让心情好转。吃面食就可以让人家带来更好的快乐，睡得更好。好，一般人经历了一天工作精神紧绷之后，晚上如果容易失眠啊，或者是女性面对更年期或是经期前的紧张的情况。可以在晚上吃一点面食，因为面食有利于氨基酸跟褪黑激素的合成。褪黑激素，或是那个睡前吃一口饭也可以。对呀、啊，来虾酱，真的是鱼露？不是，辣油吧？鱼露啊！好久不能吃这个，油的，油滋滋。我靠，他那个豆瓣酱还能剥，这怎么剥？这个把它泡的满满的，这怎么？可以拿去泼水，可以甩甩吗？这个甩甩甩，你把它拧干再吃。拍了，泰式，哇哦！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个。